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今天礼拜二的话是荤食，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幸福期会吃什么。啊？对啊。OK， 好，那我们来看咯，先看汤的部分。来，今天的话呢是瓜子汤，冬瓜吧，这是冬瓜。然后这边的话有豆腐跟鸟蛋，然后这边的话有红烧狮子头，然后这边的话一样有蛋蛋跟豆皮里面包笋干，然后还有花椰菜跟青椒，然后素食被夹光光了。那这个是饭的部分，还有蛮多的。